好的，欢迎回来。这一趴呢，我们是快乐买宅物，我们的一个上礼拜有介绍这个卖东西的一个平台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呢，也是有一个活动介绍，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字卡。好的，时间呢是1月17到1月31。神脑与麦卡贝合作活动，只要从麦卡贝提供的指定网页进去输入通关密语 CB666， 卡贝666。还有一次什么什么摩托车嘞？不是啊，是 Camera Bay， Camera Bay。对对对，就可以用比市价更低的优惠价格购买到游戏主机、所有电脑周边与零食哦，好不好？那活动优惠呢？麦卡贝的合作卖场的特别优惠价，那注册会员成功就有10000的红利点数，大概就是50块的购物金啦。一月底前呢，全站消费单笔满999，还可以抽东京双人机加酒，太神啦！太神啦！活动网址在下面，太神啦！太神啦！自己打一下 ，OK？ 佛心佛心佛心，战友出生，讲什么了？对啊，上礼拜已经讲了一些商品，有上礼拜我们吃一些比较健康的坚果啊，还有什么茶之类那些就吃，他有吃的吃的，当然吃的，他基本上就会把。坐在电脑前面打电动的人需要的东西全部都有卖了，饮料也有，吃的喝的都有，饮料也有，主机也有，电脑周边都有。对，我们现在看这一周的优惠商品资讯是什么？现在看字卡，哎呀，麦卡贝的闪购同乐活动优惠截止日2018年1月31日，好不好？优惠商品数量有限，售完不补。商品购买适用3692分期零利率，本活动为神脑线上跟麦卡贝网络电视的专案活动。我们的 Xbox One S 啊，对不上，我还没搞好。500GB 极限竞速地平线三烽火龙红魂，哇，太帅了吧！6980，而且同款哦，对对啊，6980就买个主机，直接便宜2000，而且注册会员的话。还有10000的购物点，就是再折50块，所以是6930，是不是？一个铜棍，哇！然后还有什么？我看，好的，这个是《奥德赛》宝贴组，是 Switch 的主机，是电光红蓝，就是那个基那个最一开始那基本那个配色。哎、欸，这样很便宜耶！对，而且它是有、里面有奥德赛哦，铜捆的，对，里面有马里奥奥德赛哦，并不是要1690，它有马里奥奥德赛还加保护贴，保护贴至少也要5600块跑不掉，因为这个东西5600块跑不掉，然后可是它全部加起来11280。哇，基本上保护贴跟游戏加起来已经差不多1000多2000块了，2000块了，所以等于主机大概8000多块而已，好爽。对，太早买了，我还有马里奥赛车的保贴组，好不好？它是灰黑的，这个非常低调奢华的一个颜色，好不好？一样，里面有马里奥赛车，也有保护贴，然后加主机。11200，哎，这买起来价钱跟日本买差不多而已，真的没有，搞不好还要便宜哦，因为日本还要那些有些，哦对对对，日本还要买去日本机票，我算是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 Luxa 2的耳罩耳机，它是无线耳机，好不好？所以好用1450吧，喂，然后这个坚果每日多一包一包的，有20包790，笑，哇，吃死你！吃死你！我们现场就有我们的 Hot Wheels 风火轮，哎呀，耶、哇，好赞、这是真的哎、废话的啦，是真的，当然嘛，大家直接买单了，我大家直接买单就好。哎呦，待会就打了，开买了，开当游戏实况主。哎，老实讲，6900，对啊，买个主机，基本上它好歹也是这个世代主机，玩一些最新游戏绝对是没有问题，真的。而且 Xbox 它好处就是什么？它里面那个四级，跟 Windows 是共通的，对，所以你 Windows 里面有买游戏，你这个主机就可以玩，这个可以打，对，你这边买 Windows 也可以打。然后你平常接在家里，它一些基本的一些什么上网啊，看看影片怎么干嘛，当个有遥控器的机上盒也是超好的。老实讲，完了，那现在6000多块买了，真的笑，真的便宜，笑，对不起家，对不起，笑干啊，笑笑干啊，笑干啊，很秀哎，它里面是两片游戏是不是啊？对，一个是 Forza 3跟 Forza， 就是赛车的两个游戏都在里面，是没错，没有赛车专用机，真的赞，手把玩赛车好玩。对，想要赛车就买 Xbox One， 赛了，极限了。好，
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Switch 啦，好不好？ Yeah， 里面送的游戏，它两种嘛，不是两块都有，它两个同捆，它一个是马车的同捆，一个是奥德赛。马车的是这个灰黑的，对，奥德赛是那个蓝红的，原预设的、那個，预设灰黑比较低调，没有朋友的肥宅适合买这个，对，漂亮漂亮，拿出来不要太引人注目，好不好？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刚好用一下他们的主机来玩一下游戏，没有好，可以打玩一下，爽玩一下。我们就来玩马里奥赛车，好，最赞的 Party Game。灰色就是马里奥赛车同款嘛，所以我们就来玩马里奥赛车，开玩，开玩，来。所以我是，你是，我说黄色的，那我一定就是选我最爱的罗杰。我是蓝色。说马里奥赛车，我这次去秋叶原，他们有真的这个一比一的，对，一群人会呼啸而过。我要选，我是蓝色，這個、我是 Wendy， 我就选我最爱的 Rosetta， 按一下就选下去了。我觉得身材比较像我。好，我也怀力又很强。然后你就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车色、哦，你按那个加减，你看到这边这个，你那边应该是加、欸哦、对，按下的话你可以看能力。哦，我是蓝色，我是绿色，卢嘉是绿色，我是黄的。我觉得这台车，然后乔老师就是红色，红色。为什么我会？我确定要按哪一个？按一下这颗。我按了、啊，可是它哦，换轮胎。对，三个都选好才行。所以轮胎也会关系到能力嘛？对，会。是不是？再一次。还好，我想说每次都是我。好，开选。我要这个超级之星。为什么你们可以把那个数值按？你要按那个加减，按这个。我按了刚刚我想要调那个比较有体感，比较有体感哦。下面那边怎么调？怎么调？没有怎么调？下面那边可以按。我还可以加尾翼，加尾翼会有差吗？按那个，按这一颗就可以调。有了。尾翼也有差、啊。有体感吗？那可以不要吗？什么可以不加尾翼吗？不行，一定要，因为尾翼是让你跳下来体感都可以，对，在那边体感，然后这样就非体感，对 ，OK， 乔老师你最好也改成非体感，你按一下这个，为什么？因为体感的话很难玩，或者是你想要体感了，它不是体感的话，就是你可以这样左右，那我不要，对，有点麻烦，有点蠢，我们是旧时代的，是的，对，要用这个嘛，香菇头，好了，好，大家都 Go Ready， 选个难一点的赛道吧。直接来就这个了，就这个了，这个够难，就它了，漂亮 ，Yes， Go，、怎么玩啊、可以看一点点声音吗？这个倒退也是刹车，然后这个按一下你会跳，你按住的话就会甩尾，你屁股会喷火花，喷到红色的时候放开你会加速。好，我已经忘了 ，OK， 可以，完了，我们玩150，怎么还要？哎呦，150是什么意思？150cc，所以我是加速，容易就冲出去了，然后你在它第三个出来的瞬间按住的话，你就会加速。它嘟嘟嘟，对，你要嘟嘟嘟。哎呀，失败！我怎么那么慢？就看要看加速度。然后你遇到跳台的话，按一下那个跳跃键，它会额外再加一格。我看起来好保守。丢怎么丢？请问丢？按那个 Y 最左边那一颗。哎，谁是死龟壳啦？很慢哦，没有，是左上方那一颗，左边上面后面还有一个按钮过来。哇！哦，有难度哎，这个动地度。你说甩尾是按什么？按右后方那一颗。为什么黑黑？因为有人丢了乌贼墨汁在里面。哇，完全看不到。没办法，最近跟女儿说话就会变成这样。为什么我黑黑？对，为什么我黑黑？可能你最近为什么我黑黑？可能你抽卡预谋，我路上发了一些文。各位朋友，我的炸弹要出来了！我有射到自己嘛的炸弹了，注意啊！对。我又撞到这个是螺吗？应该是螺旋螺。哇，电脑好强啊！电脑车好强，电脑好强的，真厉害。所以请问第八名是最后一名的意思哦？对，哎呀，怎么样？我也不能。哇，我
哇塞，电脑好快哦，超强的，真的。那个电脑的那个道具使用也是很复杂。哎，龟壳怎么弄？哦，所以你在我前面而已。龟壳，龟。哎，炸到了！他那个随机选的是可以自己选吗？啊，可以。哎，是谁让我雷残？所以你们都玩过这一块吗？哎，我已经被人家超一圈了。哇，真的假的啦？怎么那么慢啊？反超大师，哎，被反超大师。是吗？不然为什么我会有人超过我？就是一圈的意思。应该就是你被人家超过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体重的关系吗？跟车子车速有差啊，车速有差。哎呀，然后第一名，哦，第六，太强了。哎呦，第九，哎，我怎么越来越后面？让你们都已经结束，我还在。哦，看来你不是第八名，还不是最后名，最后名第十名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哎呀，这边有慢，不错。最后第十二吧，是不是？应该是第十二。有，过了，过了。可以，还不错。有干掉电脑就好了。西施惠，喜之惠翻译成中文竟然叫西施惠。西施惠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角色的国中同学变成西施惠，我以为是喜之惠，静香还蛮好玩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还可以买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去注册一下了，可以折，直接送一块游戏，还有保护贴，还有保护贴，真的必须的。我买的时候12000还没保护贴，没游戏耶。我也是，我还买二手还10000耶。哎，为什么我就按太早？你按太早，爆引擎爆掉。对，你的时间按对才会加很多，你按错就会像人家那样掉。你欸、奇怪，为什么这个是水道会滑？是不是？它的有很多哇哇哇哇，一个失误，哇哇哇也失误啊！哇，什么龟壳？小龟壳！哎、欸，完了，我最不要了。哦，真动地舵，挺难的，挺难的，150cc 不是他妈开玩笑的，真的。我会飘哎，你们每个都会飘吗？哦，我们大家都会。滚，我掉下去了。食人花，完了。为什么会变成飞机？因为你刚起飞，所以就会有飞机效果。不过那个是正常地图效果。我觉得这个广另外一片好玩。哪一片？刚哎呦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没工作了。不是，我说奥德什么的。哎呦，不好说，两块都很好玩哦，都很好玩、啊。因为我比较喜欢赛车啦。好，不玩了。可是为什么我是第十名？我刚炸弹炸死我自己。你这样。喂，我现在变成这种亮晶晶是什么意思？看，你就是最讨厌道具战了。本来第一名的撞个龟壳，直接变第六名。为什么我都丢不出去我的东西？都是这样。游戏的代替啊，游戏哦，我被炸了，我啦，我炸的哦，啊，完了，超限，哇，这一圈了，完蛋了，第五而已。你说还有什么更厉害的招？还有更快的吗？有更快的，就是可以再开快一点。为什么我觉得我好慢？嗯、就是不能撞到东西。对啊，而且你的角色比较胖，角色比较胖，或许是真的比较慢。那他可能跟人家对撞的时候，别人会滑过来。可是就没有人来撞我啊，因为你太慢。跟选车的时候效果有点关联。真好玩耶、欸！让我对嘛？我剩倒数第二名了。哎呀，找到前五啊！怎么这么慢呢、啊？我为什么我变最后一名了？啊，被超过了！什么？可恶！哇，我要吞下！为什么我第九名啊？我还掉下去耶！可惜，为什么变第九名啊？因为大家都追很紧，所以那个名次一瞬间我已经拔了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一沾一下，我被人家为什么我旁边都没有？我从第一名撞一个规则就变第六，对啊，然后就变第八了。你要按这一颗才用道具。哦，对，这一颗吗？对，按一下就用到。这个领先集团真的很重要哎，但是不愧是我们的喜之 A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highlight 好了，超这个游戏 highlight 超嗨，修到反精彩重播。哟，哦哟哟哦哟，会
拜拜。哎呦，被撞了，被撞了，阵仗好厚哦，真的。球就过过，我从第二名被炸了。哦，你好，哎呦，我操，球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要捡到香蕉再按？对，你要上面跳出香蕉。哦，原来哦，好玩。好玩，真的好玩，而且150cc 就是一瞬间而已，所以最高等级是150。对，那这一代好像给200，这一代200，超夸张的那个速度。失败，成功。哎，谁是路易吉啊？哎呦，谁呀？我耶、yeah, 我都有点贡献了，快递又给我滚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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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火球术！我靠！我超级喜欢那个，因为火球会跑哎，那么慢啊，它是地图效果。哇！被电了！哇！太惨了吧！被电三个龟壳都没了。对，被电就是全部都是。哦，这龟壳是不是去撞它哦？这龟壳可以丢啦，红龟壳是比较锁定的，然后绿龟壳它就是丢而已，它就会弹来弹去，所以绿龟壳很容易打而已。然后场地上面都有钱币要吃，那会加你的数字。哦。吃到最多十个。可是就吃不到啊。你要瞄准一下就完蛋。丢！完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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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丢！哇，当火焰球！这撞到蓝蓝的，哇，墨汁又来啦！撞到蓝蓝，有一些会加速，有一些让你飞起来。靠！哎，哇！哎、欸，星星是干嘛、欸？真的很快，他抢超扯的啦！啊，蓝龟壳干你老师！啊，谁啊谁啊！哎、啊，撞呢！尊重尊重尊重！我完全看不到车尾灯了。慢啊！我完全看不到你们的车尾灯了。然后我们闪过了，好像完了。哇、啊！死！大家都去死！太扯了吧！耶！哇，好强啊！为什么我觉得这条路怎么那么远呢？回家的路好远。你要直接按道具啊！你那个是无限冲刺，你一直按它就会。哇！谁啊？太机车了吧？谁啊？我第五，然后到终点之前有个人飞过来，把你踩下去，对。哎，大家都在看我表演。歪了歪了歪了！哦。到了阿兔阿兔阿兔，跳起来！阿兔阿兔阿兔，就是按那个加按道具。是我车太慢了吗？为什么 ？Oh my god！ 摩托车本来就慢吧？你要记得跳台跟。哎，摩托车是比较快还比较慢呢、啊？摩托车算快的，摩托车好像比较快的，可是不好转弯。转弯的时候会减会那个吗、嗯？会吗？我觉得很好转弯，可是很慢哦。好像是转弯会可能跟轮胎有关联。好了，最后一局，最后一局，一个赛程四个赛道而已。这个赛道好像没有边界，这个很难，真的要冲。你转弯失败就出发，然后出去会有人把你救回来。对，来，五八，有一刻，哇，这个好像那个彩虹桥，就是这边是彩虹赛道。哎，过星星要干嘛？中间的星星加速，加速，加速。前面的小心啊，小心！哎。能不能让我再一次在前三名久一点啊哎、欸，我跟你说，哦，这里有很多跳台，要记得跳，它会加速。哇，这个好梦幻啊！我撞到铁球了，铁球不能撞吗？不行，耶，拜。哎呦，像哦，别像我，我丢他龟壳，我在你后面丢不到哈。我敢是往后丢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摇杆往后按住。太狠了吧！
超凶的，铁熊铁熊，谁啊？好用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我冲到第四名了，快，大家快截图，哦哎、快，这是我最高的成绩，快快快！哎，一秒变第七名，喂！哎、欸，飞镖是干嘛？哦，你会丢出去，然后往回往回丢，哇！我一次吃两个大局了，哇！你呢？会爆了！你刚才撞了人，是蘑菇？哎、欸，你终于打到一个人了。哦、亚速哦，后面有星星来了，有星星来了，耶、yeah ！哇，好强啊！精彩重播！哇，我觉得第八了，太扯了吧，电脑！哎呀，哎呦，这是做最好的成绩，第九，不错不错，有进步有进步，有进步有进步有进步。耶，西斯会，哇，西斯会第一名的，哇，西斯会好强啊！是我们动物之声的秘书，我们再来看一次精彩。我每天晚上都看西斯会，等下可以看我超级开无双哎，出发！我刚刚吃到一个无限的标志，就是哦，那就全部都可以丢，就全到处都可能被砸，好可怜，就你啊，就我，耶。Yeah， 我都会分了。That's my share。为什么超我被砸到？为什么是你砸我？哇，你看我这个精锐，哎呦，我变黑，我被喷墨汁，好嘲讽啊！耶，过关喽！真的好嘲讽，超嘲讽，还没爽啊！哇塞，好猛！耶，好了，好 ，OK， 继续，好，这就结算了。成功！我们还有奥德赛，可以奥德赛玩一下，因为两种。可奥德赛可以四个人吗？不行，两个。奥德赛两个人，给你们玩好了。我觉得新手玩起来特别可爱。好，那就是你跟小老师了。好，所以他是一个人拿两只，就是两个人各拿一根来玩。哦，好，我们要换游戏吗？要换，谁是 EP？ 直接这边换是？哦，对，在这里。哦，直接换是？好，跳出来，然后按。那個、要插，要插、哦，他这里要插片就是。那你要把那个 option 拿掉，移到左边，然后按一下 options。要把它关掉 是？要吗？还有按关掉的吗？好像没有。你先回去。应该不用吧？回去，你先回去。Back， 这个按 close soft take。好 ，close， 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插。哎呦，要不要舔一口啊？恶心，吹吹。听说是世界上最苦的物质。恶心。哎、欸，那我按对不对？没有，你要用这只。对对，用那一边那只。闻。奥德赛我还没有玩过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要干嘛 ？RL2 加 Gabor。哎、欸，这样是不是一个人要？我是不是要分开？分开压，你用那两个，然后这样按下去。我要分开压吧。不用，你就按下去。不用吗？就这样吗？不能，只能这样。A。OK。Over。推荐左右握着这个。他好像要会要上一次教学，对不对？就中文的跟你讲怎么玩比较好。不用理他，我们是玩家，无感。是的。别在废话。快点哦。好，双人继续开始。对，好，对，马北，一人扮演帽子，一人扮演 Mario。好，是哦，按 A， 可以啦。所以我要按哪一个？你要按我现在干嘛？你要我看看上面那两个，上面两个起来。好，哦，所以我是帽，哎，你是帽七，这个是 EP 吧？哎，按错了吗？为什么我不是 EP 了？你要加 R 啊。我不是 EP 了、啊，哎、欸，你这样啊？对啊，九楼。那个 A ready， 这个时候 ready， 然后双人同时，然后按 A， 然后 Mario， 你要 Mario 按上面那两个，对，然后凯比按上面两个，按一下。不是、啊，你一直给错他字吧？你要哎、欸，我是凯比啊。然后按一下 ready， 错吗？我不要弄，因为你一直按到 B 啊，你一直按 B 啊。来，我没有 B， 我一直按取消。你哦，我要把它转过来了，转过来了。みんな大丈夫。上面，对对对。
哦，懂了懂了懂了。哎，哎，这是马里奥是不是？哎哎哎哎哎哎 ，OK， 好，呜呜，哎，开始，你是帽子，那我要干嘛？我不用走吧？你可以移动，我可以移动吗？对，你可以左右移动，哦，可以左右看这样。对，那我可以飞出去吗？不要，我什么都不买，可以可以。飞是哪一个？你就转你的那个蘑菇头就可以了。哦，你就会飞，你就会出发。跳，啊，你可以帮忙吃一些鱼。哦，我可以自己出去哦。你可以，你也可以，你也可以借我踩一下。哦，是哦。固定位置啊，你可以帮忙打怪。哎，怎么打怪？就撞他就好。哦，我是最强的武器。对，你是超级帽子。哦，你是无敌的，还蛮帅的，是不是？这游戏两个人玩其实蛮好笑的。那我就是飞盘。哎，我不要跑太久，我会把马里奥打下去。不会。就是已经吃过月亮，这游戏就是不断的四处寻找月亮吃下去。我不见，走不出来，是吹。我怎么出来？我怎么出来？它离太远会自动飞出来。我来喽，超级汪汪。我现在可以杀吗？我没办法往上汪汪好像可以往上升的样子。我可以往上，你按跳吧。跳是，就是下面这一分。下面这一分。汪汪能杀吗？我没过来哦。可以放。哦耶！哦，中开就可以弹飞，中开就可以弹飞，就是你要把它拉紧，你要先看好要弹哪里，然后放开这样。啊！哦 ，OK， 汪汪拜拜。帽子可以附身，我说我要去附身吗？可以啊，如果你喜欢。可以转视角，视角好像只有马里奥可以转。怎么转啊？剩一根摇杆怎么转？就按住 Y 可以转。主要的汪扫地机器人。哦。真的，你就是扫地机器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会是你的船吧？My ship， 我不见了。My ship， 哦，有没有这个帽子戏法？哦，哇塞！哎呦哇塞！哇，太赞了，太赞了，不会死！还找到一个，还找到一个隐藏通道哎！哎呦，哎呦，画布哎，还没开一个吗？可以告，看不出来。我好像没什么作用，卡吧。有，你可以帮忙吃金币跟打敌人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一直找不到我自己在哪里。哦，正常，第一次玩游戏都有。为什么我一直？你如果都不动的话，它就直接附在马里奥。它可以在我按一个键，它可以再跳回马里奥身上。一键跳回。让我帮我打。我根本看不到。你把画面移走，它看不见。赶快一键跳回。我只要一直在旁边这样就好了吧？对，吃月亮，没错，哎呀，是呀，You got it, Moon。好，补完血，好，所以就是一直吃月亮就对了。对，这游戏目标就探索跟吃月亮。OK， 整个世界都是你的游乐场，是哟，你看是不是很灵活的一个帽子？对，还蛮过动，还没听过你们灵活帽子，听过灵活胖子。一个灵活的胖子控制灵活的帽子，你看，哎呦，我双压，有双压不是三压吗？没有，你可以踩帽子上去吧？可以啊，请踩，快，你这样动，人家怎么踩啊？哦，好，再踩一次，哎呦，漂亮，有啊，一键返回，汪汪，汪汪来了，可以附上去，附上它，附上它。直接把他怎么样？哈！撞球嘞！他不能杀是不是？他只会互撞而已。怎样？怎样啊？啊！就只能到这里是不是？你最远到这里。再变。啊！附上去了。哎！那是一个球。有个球。哦，我看到了。打进他。哦。哇！被挡掉了。哈！附错了。还扣血了。哈！这个对。哈！哎呦！所以。对，快帮忙吃，所以那好多，Yeah， 旺旺，我要上去，这感觉可以打坏，我要跟你讲，你说那个墙壁吗？看起来是吗？好，让我，它有一个贝壳，就是真的不知道可以干嘛，用旺打，用旺打吧，它也不够长啊，对啊，这大对，肥的那一只，肥的，哦，还有肥，肥的感觉不够，太软了，可以啊，喂，没东西啊。可能另外一边有东西啊，哎，好像还没撞。这里还有一边呀，这里还是可以的。再附一次。哇，附好，附好。哎呦，谢。然后准瞄准，
小汪汪走开啊！被抬出来了，被抬出来了。好，他晕了，他晕了。哈！不是啊，另外一边、啊、这一个，这一个。再复习，再复习。哪一颗？这个大颗的，吐最苦的。哎哎哎哎！小汪汪在搞。对。哎呦！哇，没东西，没个无感，就是一个破坏的感觉。对，离开，离开。岩石球。岩石桥，看个景点，你选一点建议，旋转扔，哎呦，进行旋转扔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是吗？单人好像就不行，旋转扔了，单人不行吗？嗯，可以吧，横向挥动你就挥一挥吧，挥一挥，不是转啊，挥一挥那个，挥挥你的摇杆，可以啊，就是把帽子丢出去啊。看起来不太一样哎，看起来就是不是啊，单双人的话，帽子自己就飞出去了、啊。真的，哎、欸，帽子要去帮忙撞、那個，帽子帮我撞，撞那个白白帽，有，帽子有障碍、啊。真的，帽子自我生命体。哎、欸，是紫色金币，哦，右边墙上有什么东西？啊，这个有那个特殊的，你只要钻那个进去，你就变成二。哦，变成二，好可爱，钻进去，咚咚咚，哦，那帽子不能丢帽子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的帽子就没有用了，就靠它的下盘。好慢啊，欸、好延迟啊！传统惯技。哦，是金币。哦，哎、欸，所以这边金币也算吗？也算，也算，它也算是金币。斜斜的，斜斜的。哎、欸，聪明，这个吃不到了。嘿咻，用蹲的，用蹲的。还怎么？哎、欸，是我调的吗？咋办？好斜啊！算了算了。为什么会那么斜？真的斜斜的。好了，出去就变回来了。耶、yeah, 啊，好可爱哦、喔、！Q Q Q， 恐龙瀑高地。哦、好，附身。恐龙瀑，哎，不附身了，不附了，不附了，懒得附了。不附既往，这边小玩具可以玩。哎呀，哎呀，嗯，哦。快啊！时间限制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嘞，快帮忙跳！我可以过去吗？快救我、啊！哎、欸、我回不去啊！你不能动啊！你要待在上面是不是？好，看来是哦。那你要想、哎、想办法自己上去哦。好，要再一遍吗？跳石头吧，是应该是吧？哎、欸，石头，右边的石头，好，有机会。所以我只能在这边观战。哎哎哎哎！哎呦，有了！哇，真是太高了！不行啊，差一点！哈！可惜，还要再一次吗？我不知道，要靠三段跳，有三段跳啊，就是它三级跳。哎、欸，它好像可以后空翻，是不是？就是你连跳碰到地板的时候，忙着跳，它越跳越失败，失败。对对对，等直接等时间到，加油加油！你可以下来吗？把你打下来，走快！三级跳是三级跳。那这样直接爬这个就好了，不用可以。我累了，认臀就是这样 ，Go， 丢几下就累了。啊！蹦碰到墙壁。哎、欸，时间你要抓准。哎、欸，是这样吗？是，这样吧，就是碰地板三次这样子。对啊，哦，这样子啊。好，再变。好 ，Go， 加油加油！为了拿月亮啊！好漂亮！哇、厉害！哦，要连三栋，对不 对？不能中断，就是、不能中断。哇！好了，成功。帽子回来，后面有一颗星星可以吃掉，这个方向。哎、欸，这里，刚刚右边，左边，这里，这个的这个高墙的后面好像有一个星星可以吃，去高处找找看。视角可以再乱转了，视角逐渐偏移。你看右后方那边。哦、oh, ，I see you、欸。交，哎、欸，转个视角看一下，确认一下过不过去啊？可以的 ，Easy shit。哈，哦，说好的 Easy shit 呢？因为不是我的问题呢，摔成血了，摔成血。哦，从这附近开始。哦，走开，不要小女生啊！放开。不能冲刺哦，按住旁边来喽，
有就来了，哦哦哦，不理他就好，没他。好，那你去吃你的月亮吧。讲得好落寞。小心小心。这个你看它高的时候在跳。靠，你故意选一个反向的时间。聪明。度过辅导。你也可以去吃那个紫紫的金子。我去吃紫的。哦，哎呦，有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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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吃哥哎，是是是是，啊，等一下，耶，哎呦，别急，chill，这附近可能有恐龙，那边有恐龙骨，酷，哦，你说那个是，哎，角龙对不对？嗯，像恐龙的头骨，现在来到最顶端了，这附近还有什么可以玩？因为要不要撞开，把它撞开是不是？啊，把骨头撞掉。是吗？看起来不像哦。你是可以踹踹啊，不够长了，不够长。那只好撞到朋友了。互撞啊！哎，他好像比较惨，这样好像可以哦。就是互撞的话，过来一点。加减啊，也是算重。要再一遍吗？好，来来，小心他咬你了。哈！哈！哇，不行，挪不开。哎，可能真的恐龙！哎，那边有恐龙吗？哪边？那是暴龙。下面吗？对对，跳下去，跳下去。哦！哇，它不会痛？脚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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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喂喂！有扣，刚好扣血吗？没有没有，就只是脚麻，组成恐龙喽！哇，好可怕！哇，好大！哇！哇塞哇塞哇塞！帅！把这些球球全部爆！哇塞，直接打爆的！当魔物猎人在玩，哇，刺激！哎，这去哪里啊？把彩礼加！你没了，你没了，你没了！好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！是是是是是是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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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玩龙都可以玩到超，超好玩的。好了，那差不多了啊，好，我们这个就是玩了 Switch 游戏，好不好？是的，现在玩，现在只要去你们去卖场输入通关密语，然后他们现在有这个特惠价，真的很划算，一万二有找。对啊，而且是包含游戏的保护点，而且奥德赛跟马车，我觉得基本上有买 Switch 应该都会买，都会要买，因为他们就是主机的本家的好作品这样子。赞。好，那这样我们休息五分钟，等一下回来还要继续玩游戏。耶，广告。